死亡，甘是一切的结束。咱的天顶有偌侪天星坠落，在咱的心内有偌侪名字，予咱深深想念。1947年是台湾历史上上黑暗的年代。你讲出事伫个228事件迄年，这件代志带予你终生的困扰。你的老爸是日本时代来台湾的外省人，你的老母是出事伫家人的台湾人。你讲你是一个安乐窟。离别事件了后，恁伫个厝边的保护之下，才闪避过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。是毋是这款矛盾的身份，予你会当了解，只有用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的空嘴，空嘴才有可能会当开出花蕊，作群。才有可能会当超越仇恨，在和解中创造共同的幸福。我叫做郑南苗，我主张台湾独立。80年代，自称是行动思想家的你。
展现孤独的创作力，甲惊人的行动力。一摆，搁一摆，突破禁忌。在威权统治下，亲像死水一般郁闷的台湾，投下威力强大的炸弹。1989年，你伫你所创办的杂志上刊登柯世凯所写的《台湾新宪法草案》，国民党要甲你逮捕。坚持100%言论自由的你，敢若讲一句话，国民党抓袂着我的人。敢若会当抓着我的尸体？1989年4月初7，电报警察攻入杂志社。利用两桶汽油、一支雷达，结束自己的性命，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信念，用死亡希望催生一个自由的新国家。查某囡仔有一天会出国留学，成做独立自主的女性。悲伤绝望的背后，有一天会伫个台湾政治舞台上展红光芒。也阁会记得1989年5月19日，为你送别的队伍，驶过总统府，在风雨中绵延几多公里，黑名单搬箱仔转来，甲你相送。音乐家、艺术家为你创作乐曲、诗歌。
进步警察对峙的广场，突然间一拍的火在铁线网头前倒起来，在众人惊吓哀求的声中，咱的兄弟占一华追随你的脚步，勇敢坚决向死亡走去。南洋是一粒伟大佮美好的种子，我嘛希望做一粒伟大佮美好的种子。啊，台湾呢？你用死亡来疼痛的台湾呢？90年代，台湾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，海涌滚流。2000年，台湾第一遍政党轮替。你所坚持的100%言论自由，已经成就这块土地上上界让人骄傲的民主成就。你所推动的二二八和平日，也已经成做国家纪念日。情字中秋啊，在咱的土地，不是为了生，是你所主张的新国家，更加成为台湾的主流价值。究竟是旧的生活太过倔强，也是20年太短？台湾人也学袂晓珍惜自由的价值，就随意将自由交返去给一个游完充满独裁思想的政党。台湾人
也学袂晓伫民主中互相扶持，共同描绘国家的蓝图，已经将国家驶向毁灭的险境。二十年后，台湾的阿伯刘碧恩先生必须要再做一次，用自焚来凸显执政者的不义。所发生的灾难，予咱搁一届面对着你的时阵，不得不感觉深深的见笑。搁一摆，阮要重新思考你的死，希望为台湾找出新的活路。当咱回顾一段甲你做伙行过，为理想打死无退，为信念绝无反悔的日子。四月份，伫烈火烧打的土地上，伫你野蛮的双手的四周围，阮听到政治发芽的声音。